Hey,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RD Pro 哈，也就是这个，这颜色很骚哈。然后它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装好了，在很多网上也都有哈。就这个车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有点贵，而且这台应该是别人开了以后又卖回来的，应该是二手的。这个颜色很骚气哈，就简单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台这个BZ4X 给你们看看，这是 Sequoia， 你看 Sequoia 的话，老款的新款都出来了，是特斯拉，这些都是二手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。好，我在这个 BZ4X 里面哈，这个仪表盘可能你需要，可能你要，这台是低配的，你看可能你要把，哎，这个好，你看你把这个放到最底哈，哎，对，你把仪表盘放到最低，哎，这个姿势最好。那有的小朋友可能手比较长哈，哎，我觉得有的人说是会挡到那个什么仪表盘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，这仪表盘就向下了哈，你看所有都低矮了，这个视野就特别好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比我的那个 RAV4 还要矮，而且是视野还要好。你看，哎，这个车它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折腾的，对，这视野很好，非常好。你看，然后坐在这后面。我本来是在外面的，然后呢，我看到这里面有这个 BZ4X， 我就进来看了一下。其实这就是电动版本的 RAV4， 一开始在网上看见，这个可能有点不耐脏哈，对，这有点脏灰。总体来说这样子，这前面还可以换好多东西哈。行，这车还不错，可惜就是用电的，在这边，而且这车还得加价一两万，在美国这边。嗯，哦，你看这个地板好平啊，地板有点还是不错的，你看空间也很大，对，比我那个空间要大多了，这空间好大呀，比 RAV4 要扁低矮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看一下是多少钱呢。哎，hey, what's up boss？ 啊，你看这个车头。